17岁足球宝贝开波啦！Hello， 我系大埔足球大师 Lulu 啊，咁今年17岁啦。Lulu 身为足球大师，咁就要考下佢球技，用头控球有啲难度噶，顶球锤都唔错啊，呢下次踢毽又踢得几好啊！大波扭雪糕筒又点呢？对住空门都射唔入啊！不如做翻啦啦队算啦。大波大波加油啊！守住啊 ！Lulu 每次打气都好落力，唔怪得咁多人入场睇佢啦。即系我见有啲讨论区啊、Facebook 啊都讲话Lulu 会去啊，咁我下次咁我下场都去啦，咁系咯。连大埔队嘅球员都好中意佢噶，个样咁甜，梗系多人中意。Lulu， 我代一班宅男问你。我而家有冇拍拖啊？呢个问题，即刻有多嘅自信。有与冇好大分别喎。喂，咪走咁快啦，最多唔问你尴尬问题啦。咁想见你又有咩方法啊？如果你想支持我同埋大埔足球队，咁记得听日嚟大埔足球场咯，拜拜。